大。嗯，这个法哥这边来才出风头，爱感谢咱两个。哦，是安那讲？哼，那不是咱家提养土壤酒气啊？等伊才结婚偌久？哎，六十几岁啊呢，搁遐勇？我看不是法国阿勇啊，美玲啊厉害。那这你较了解啦。那你讲对多位去啦？来来来来来来。哎，嘉英啊，大贤呐，赖平臭臭，大姐下就去问，啊，一定是咧思念这个秀气嘛，心情咧郁卒，不要紧啦，海静也陪你两杯啊啦，我来提杯啊啦，饮落啦。我最近的心情，真正是歹到我贴地，厝内底的代志，乱七八糟的。一件接一件，我真正强要好欢喜。阿兄啊，你除了秀琴的代志，你还有啥物代志通我互你烦？啊，你即卖也有新姨妈，我马上阁有阿舅啊。啊，恁家饲的鸡阁愈来愈饲愈济啊，啊，这应该满足啊。你是烦恼啥？唉，你不了解啦。来来来，你啊啊！啊来两碗面啊，一撮加两粒卤卵嘞。卤卵哦，嘿，卤卵即摆无呢。啊，搞迄落卖面的，无咧卖卤卵，笑死人。这无讲你就唔知啦。暂时的卵哦，青只就无加头，我当晒干啦。一罐卵拢往买了了，你若要爱卵哦，爱加加冰冰。那好嘞，对。啊，我知影啦。前几天啊，一个广播电台有一位六十几岁过来华老先生，食了过会生囡仔呢。听讲好，伊就是逐天食一粒卵。莫怪哦，好啦，啊无凊彩出搬卤菜吼。好好。哎哎哎，嘉英啊，嘉英啊，你是在啉酒哦？我拄好要去恁家呢。大姐啊，你是咧靠边啥啦？啊，来来来来，两个做伙来啉烧酒，来来。林工啦，林工啦，我吼今仔日哦专工要来拜访法哥啊啦。我碰伊的福气哦，最近哦我过场的生意哦是。好到要靠背去哦，一定爱来个拜访，来领导，好，好了，我出来，来来来，哎，大佬，我先来走，海哥，海哥，别走，林刚在替您扛扛，好，林刚在替您扛扛。啊，奇怪哦，这发哥最近是咧惊运，还是娶美玲啊带来福气啊？哎，自从因结婚了后吼，因这喜事安尼一层一层来呢，你安尼是啥？你当其时呐，坚持甲美人啊求婚安就好啊。今仔日特别去发到吼，好康。靠腰啊，去煮面啦。什么牺牲啊？我根本就是好呆。啥呀？叫我去你的鸡场做顾问。嘿嘿，你这讲笑只，我对这款饲鸡吼，算只半人才啊尔，哪有法度人去做顾问啊？我是要请你做顾问，唔是要搁去你去饲鸡啦。啊，想说吼，搁去电台吼，搁叫访问一下吼，也吼，我才借用你的名来刊一下报纸，吼，讲你就是食我鸡场散出来卵啊，这身体这么用，到时哦，我鸡卵咯，我补死啊你。唔通，你到时哦，唔拄好遐卖生的遐人，甲你买鸡卵食了，又搁卖生，啊，大家拢来找我算账，啊，我拄食力。对，妈的啦，发哥啊，我是诚心诚意来拜托你的，你呢？头家，安尼啦，你这个诚意哦，我实在唔敢去接受啦。咱讲真话。对，无要紧，我你考虑两工啊，好，拜托你，好，我过两工再来啦，好。拜谢，再来哈。我就知哦，阿爸，啊，他当初时啊，我就甲恁讲哦，千万唔通去接受迄个啥物电台访问啦，啊，你都唔听啦，啊，搭只车好啊吼，一间厝吼，敢若市场咧，安尼电话又落袂停啦，啊，人又来来去去啦，啊，佫讲迄个啥物有诶无诶要求，真正哦。袂啊，发哥，咱安尼吼，人来客去吼，就表示讲吼，咱这间厝吼，真兴旺了。哎，发哥，你看啦。啊，遮个礼物啊，啊，佫有吼，拄一人要请吼去演讲了。啊，大哥啊，我知影，拄一人吼，拢嘛做真心的咧，共招呼着，吼。
干嘛呢？干无影。那我即马甲发哥哈，那踏出去这个大门哦，就是人拢围我来了。啊，侬咧甲我讲讲哦，叫我吼爱好好照顾家己的身体，安尼平安顺顺吼，家己那生落来。发哥，我即马感觉讲吼，敢那全世界吼拢咧期待吼，咱的新歌仔安尼出世了，这种感觉真好诶。阿爸。我来内面无闲啊！本来哦，我是讲咱去用接受这个电台的访问啊，是将咱的这个经验讲予大家知影的呢。恁哪会知影讲引起这么多这个代志啦？新妇啊，你会感觉讲阿爸呢做吼会伤风心未啊？不会啦，现在来找你的呢都是好事，你不用担心啦。嘿啊，就是嘛！我觉得自己吼也是很光荣的。阿哥啊，我是想讲吼，啊，咱若吼生下出体了啊吼，咱明年吼搁拼一下吼，啊，上届好吼是西田相亲呀吼。哎呦，安尼吼，就安尼吼，下届有这名，变届有名声了。相是啥物啊？生相亲呀？嘿喏。哎呦，法官，这有什么稀奇啊？人个鸡卵吼，拢有香料能淋的了，哦，对不？对不？姨妈，啊，你巴肚内外阿姑哦，真正有福气，阿未出事哦，就予咱家老爹滚滚人，恭喜哦！有事哦，无啦，无代志。阿奶用准备吃饭啊啦，你晚点哦，拜拜，哈。阿母啊，嗯，我是伫咧想哦，阿爸最近足辛苦的呢。真好，我甲你阿爸吼，讲足侪翁仔某的代志了。我感觉吼，迄恁阿爸吼，伊吼比较较有岁嘛吼，啊经验嘛较侪呢吼，所以吼，伊讲的足侪话吼，拢足有道理的了。什么话哈？
伊讲吼，迄八年吼、收来讲道尊，啊千年收来讲灵成。我感觉吼，会当做翁仔某吼，迄毋那是有缘分呢。伊这个是吼，足无简单个代志呢，吼、嗯。对啊对啊，我嘛是安尼想啊。啊，呾吼世间个查甫人遐济，啊你别人唔嫁，啊偏偏啊来见阮阿爸嫁，所以吼、这个缘分吼，你着爱好好啊珍惜哦。哎，会啦会啦，啊，你甲新妇哦，嘛爱同款了。我知。哎哎哎，小金啊，我搁感觉吼，咱做查某人的吼，着爱吼三从四德啦。啊，若是吼，迄嫁人做某了后吼，迄搁较吼爱以夫为贵啊。因为吼，咱一世人吼，要永远吼甲翁婿生活斗阵呐。啊，所以吼，迄敢若翁吼会当安尼吼，会足真心的会甲咱疼痛啊，啊，甲咱照顾啊。所以讲吼。外口就算讲有啥物缘投的查甫人啊，啊，伫遐咧讲迄有诶无诶吼，好听话哦，咱拢莫甲听。迄心头吼爱掠好听，迄绝对袂晓乌白想诶，哈。你讲诶吼，我足赞成诶啦。啊，这个查某人诶面子是足重要诶。天哦。啊，不管伊结婚前吼是啥物款诶出身啦，结婚了后吼，迄对翁婿吼一定爱忠啦。啊，所以吼、我是感觉讲，有一句话你捌听过无哈？通娶表来做某，啊，千万唔通去娶某做表。对啦对啦，你讲的对啦，我嘛是这个意思啦。小金啊，情况吼，等这个会啊，啊，囡仔拢遐大汉啊喏，吼。就无啥物通好计较啊！啊，心内吼想讲吼，会当安尼平平安安、快快乐乐过日子吼。啊，家庭吼会当照顾好好，啊，翁婿身体会当健康，啊，囝儿友好吼。啊，安尼就是咱做查某人上大幸福，你讲对无？对啊。嘴安尼讲，心肝内感觉咧想，以前吼。感觉你无啥功力咧，啊！不过即摆我感觉你嘛足贤想诶，啊！有当时讲出来吼，够有道理咧。安尼咩？既然知影有道理，希望你就爱做会到。小金啊，当我以前吼对你无了解吼，我感觉吼你足白了。啊！不过吼，啊！即摆吼甲你生活斗阵了吼。其实我感觉吼，你这人足好斗阵的呢。我想要洗身躯了。我来困啦。你妈为了咱过个清清净净，就要当亲阿母。感觉足辛苦的，伊妈之前甲阿母是死对头，即马煞会当安尼对待伊，是安那我袂用的。对，我会甲伊妈共款，伊问阿母即件代志，互咱过个好好快快乐乐过日子。这件事情，我想跟您商量一下。什么大事？直接讲啊！事情是这样的啊，这几天呢，我想了很久。我们家养的鸡呀、越养越好，鸡蛋越生越多，我们是不是要好好的规划一下？我嘛都在想这件大事啊，你有什么好意见哦？参考看看呀。好好好，我觉得哈，这个鸡蛋呢、
营养价值高，又是很普遍的食品，它在市场上的潜力很大，不可忽视。我们是不是可以找家养鸡场，跟他合作批发鸡蛋的生意？批发鸡蛋，这不错啊。前几天啊，哦，市街场迄头家，才来咧讲叫我去迄街场甲做顾问。这代志哦，甲迄头家吼参详，啊，就伊合作，这双方面哦，大家拢有利益，我看伊会答应哦。对啦，阿公，咱会当甲咱陈菜鸡呢，用你的名，我做来花土鸡呢，安尼大家听到一定会来买，保证赚钱啦。家兄啊，想这个袂歹哦，辛苦啊！啊，我这代志哦，你再甲家兄啊两个人，去甲迄个头家吼来参详看卖。哦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好，你先甲伊研究看。好好，我来提点。好，嘉欣，准备准备，去找养鸡场，走。哎，老板，你这我坐坐坐，我有事跟你讲。有事？对呀。我觉得这件事情我来处理就好，你带阿布出去逛逛。出去逛逛？哎呦，那没事有什么好逛的嘛。阿爸，阿布每天这么辛苦，你带他到街上逛逛，买买买些新衣服给他，慰劳他一下嘛，是不是？嘉欣啊，自从嘉禾离家出走以后，你的确是长大了不少，家里有很多的事情你会帮忙分担，也体会到父母的辛劳，阿爸很安慰。这样子好了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带你阿母去逛街的，这都该放心了吗？谢谢阿爸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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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知哦，大家过来阮家的时阵吼，大家拢抢的到遐做，但起码咱唔抢。哼，我是得足歹命的。事后厝内面三个查甫还阁无够，爱阁事后一个太祖妈来斗。会有这种内衣呢？我从来没看穿过啊！大妈，回来，收尾。不过我等下衫收收尾，咱衫伫咧外外口唔拄好穿。不过，你一定先等下，我来买只过来哈。免啦免啦，叫我收落来啦。这物件你按着吼，看要变啥？新娘，我让我，来我来我来。来，我给你看啦。
救生了，里面人！哎，不要紧啦，喂，哎。你哪去的啦？不像。下了一阵雨，嘉欣又没带雨伞，我怕他会淋到雨。哎呦，不费啦，阿志啊，大的人呢，对不？自己会照顾自己啊！哎哎，进来，进来，我要跟你抬杠。哎，坐坐坐坐坐，坐了嘿。阿姨，你坐，你坐，你坐。好，谢谢谢谢。哎，还有啥嘿？抬杠，抬杠什么？哎，假扮演员结戆话啊！啊，那无哦，就是讲天做皇帝嘛，哎呀。啊。好好好好，那随便聊聊啊，随便聊聊，随便聊聊哈。好，小虎啊，其实哦，我嫁到这个家里来哈，有一阵子了哈。可是哦，我心里哈一直有一种感觉。有一种感觉？嘿，我感觉说哈，查人搁较正哈，放尿嘛袂顺着边。啊啊，不是啦，不是啦，快死啦！我是说哈，我们那个女人呐哈，再怎么厉害哈，也是需要你们男人好好给我们照顾啊，给我们跳休啊，你说对不对啊？对，阿姨你说的有道理。不过像淑珍呐，从外表看起来很强悍，其实她温柔的时候呢，就像小绵羊一样。哎，对啦，嘿，我就是说那个小金丹啦。淑珍，他怎么了？他没有怎样啊，没有啊。我是说哈，你哈人太老实了啦，你要对小金啊好一点。就像华哥对我这样啊，你们这样哦，夫妻的感情啊会越来越好啊，才不会发生问题啊。对谢谢你这么关心我们啊！要是淑珍知道了啊，你对她这么好，她一定会很开心的。哎呦，讲这样啊，我们都是一家人呐、啊，客气什么？小金啊，好，有时候他你们在说什么？没有，我们再随便聊聊，随便聊聊。我拄则都有听到，敢那有人伫讲我的名吼。是阿姨啦，是阿姨要我啊，好好的，照顾你，对你好一点。这个查某唔知伫我的脚床后骨咧做什么位，佫会叫新妇对我较好，一定伫变什么吧？新妇啊，我伫入柜单，
我一个人不要多给他倒三缸子。哦，好啦，请我，请啊请啊，赶快请啊，嘿嘿，请请请。小金啊，可能拄只有听我讲的话啦。落雨天，俺家母小少去困觉，嗯，安尼嘛真好诶。乡亲母亲一家亲，兵营在后我出兵，我的阿爸我的仔。嗯，倒来。哎呦啊！啊，甲陈露露啦，啊物件嘞，哈？妹妹，你看啥来啊？到啦！欢迎！啊，你两个，我甲秀琴已经无代志。真是的哦，啊来安尼啦哈？因为嘉欣答应我，袂甲林某人讲咱住伫遮，所以我就原谅伊啊。哦，陈露露安尼。我乖哦，安尼转来就笑头笑面了，真巧呢。杜丽咪诶，本来就是啊。嘿，我会记得吼，你敢那捌甲我约束过呢？你讲吼，以后爱当作无这个人的存在。嗯，啊，这个人即摆踩在咱面头前呢，啊，你是要算有存在无存在吼？你哪那讨厌啦？你哪那讨厌嘞？好啊啦，卖甲你算啊啦，等下安尼紧去换换起来，要等下感冒啦。好，阿舅，阿姨，你先去换。我也无穿衫裤，要安怎换？你先去换，起来。阿舅啊，变换，无要紧啦，足简单的啦。啊，就叫伊吼，看是要穿咱的衫啦，是要穿小 T 恤衫啦，我是不要紧啦，哈。我是跟你讲真的，不然我不讲信。嘿，你先去换啦。我查某囝啊，一点仔好有啥物要紧？起来炸一挂水果啦，一挂好食的物件，嘿，吼。好啦，你哟，敢那想要煮啊？对啊，你哪会穿小吊衫伫咧卖物件？本来唔是伫咧卖鱼干盘咧。你讲来都话头长啦，啊，煞唔知要啥物菜店遐人。菜店。阿爸。啊。没有。是这样子，那帮他照顾一下。好。你是嘞？阿哥，你来当照顾。阿兄啦，你来阿哥照顾哈，阿哥笑，无啊，阿是啥物代志遐欢喜啊？无啦。爸，那个养鸡场的老板已经答应跟我们合作批发鸡蛋了。哎呀，太好了！什么时候开始啊？他说详细还要再谈，不过签了约就可以开始了。好。美玲呀，啊，等你徛喺外口，唔入个内底，你爱看啥啦？发哥啊，你看啊，这个雨一个啊落，一个啊停啊，害人无多去外口散步，足烦的了。啊，你敢爱散步，落去顶啊脚啊，你行行就好啊。哈，伫顶啊脚咧行哦，啊，有啥物趣味？无爱的。哎，散步就是行路尔，运动呢，那着搁啥物咧趣味唔趣味啦？无啦，啊你唔知影，啊一个家己啊出来咧行来行去，要哪有人看会到我阿公？足无聊。散步还要人看到啊？我还头一回听说呢。哼哼，啊你唔知影，我知啦，这叫做风神啦，伊都爱出去外口吼，安尼互人安尼泼泼塌塌，伊唔才会欢喜。无啦，你讲啥风神啦？我看啊，你是目空醒啦。我来讲啊，
人我是吼要甲发哥啊去外口行行，互人先生讲吼，阮是一对鸳鸯。啊？鸳鸯？哎呀，就是啊，你不知道啊？人家吼我们打工啊，啊这样子手牵手啊，啊这样去散步的时候啊，啊特别台位吼，这么说吼，我们两个好似鬼了，嘿，啊还有一族一族的吼，哦吼吼，发哥啊是个好丈夫呢，还有吼。好哦，会当吼嫁一个好翁，啊，起码吼，会当有心哦，就好个呢。人咧讲哦，富贵在子修，我好难得求。阿哥，可是我会当吼食个百里哦，哎呦，你我啥物都忙唔完了。那想着安尼哦，我心情就好个。这雨吼，也过会落啦。啊，若讲好天哦。我再跟你到田来外口哦，行行散步的。不打。笑死人！人迄动物园的迄个狗吼，若讲拄着落雨天哦，啊，就会知影讲哦，避在迄个山洞内面啦。哦，讲迄个人去撞着落雨天，唔踮咧厝的，要出去淋雨，啊，安尼互人看，笑死人！你咧讲啥？你讲啥是狗哈？我比你说啊，但我也没说你啊。我看你看你爸爸啦，但我是想说你跟我散步走走的，他在说我的哪位。好啦，我现在开始哦，我一天到晚都关在我的房间都买出来，这样会赢的话。姨妈，你们哦，这样哦，一天没到都没我就对了，我不知道。你去搞，对我好，是吧？对对对，对对对不起啊！阿母啊，我是感觉你不应该安尼对姨妈讲话啦。我敢唔讲唔对？伊本来就足嚣掰啊！哎呦，那是伊的本性嘛！你莫甲插就好啦啦，是安那讲人是狗。嘿，啊你伫讲啥哈？你何必生气性？我哪会替你讲话？我唔是替姨妈讲话啦，我是感觉姨妈啥物代志拢为你设想啦。啊你咧，算温中守本。啊？温中守本？无啊，你即摆是咧讲啥啊？我阿恁老母呢？你安尼甲我讲话，我你讲啊，伊对我有啥物温？讲啊！你是我呢，哈？我逐天煮饭互食，甲洗衫裤，倒烧水互伊洗身躯，我倒是通对伊歹哈？啊，我即摆安尼讲对我，安尼袂用哩。你给我生的呢，你太见别人在讲话。好了，小心啊，小孩子不要管大人的事情，到屋里去，我来跟你阿母说。是的。说真的，这个不要说了，哈、哦，我也不想听。我知了，我恁请，我规天吼，给恁煮饭，给恁洗衫就好啊。我都卖讲话，英你无？淑珍，你听我说嘛，淑珍呢？喂，啊、哦，是阿海啊，你好，你好，啊，要一箱鸡蛋，啊，好，谢谢，谢谢啊，我马上送过去啊。哎呦，哎呦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！这你咸干啊粉啊，咸剁剁呢，你当作糖啊，你来吃落去。嘿，来啦！我去到，我都规样碰风啦。我若无加食我迄咸干啊粉吼，把迄气候来提出来，当作屁来放出来哦，不是我的腹肚会胖骨哦，就是咱的囝会丢失啦。好啊啦，好啊啦，人迄小新啊无歹伊啊，伊是讲哦，外口拄只落雨落山尔。唔多，你去散步去骨头安怎唔好啊？嗯，唔是歹，嗯，心歹无人知，嘴歹上厉害啊！伊佫甲我比作是哦，迄动物园的狗了，吼、哦，伊是假讲吼，我出去会去吓着恁全家的面子，伊安尼看我无去，伊就是讲我唔知影。小心啊哦，无伊的意思啦，莫甲想对遐去啦。姨妈，快听。姨妈，哎呦，你莫生气啦。啊，这件代志哦，是阮阿母唔对，我甲你回去咧，你莫甲伊计较啦吼。姨妈，谁咧甲伊计较啊？
刚好我之前吼想讲要去外口咧行行，伊也有咧听，甲我讲干嘞。讲的我是狗母，我狗母，啊你阿公是啥？狗公哦，啊你嘞？狗孙。对啦对啦对啦，我是狗孙，啊阮阿母哦是狗查某的囝，啊你有咩？啊？嘿嘿，咸甘呐啦，我要食啦。无啦，今日食遐济都无路用，你来食这要创啊？我袂。对啦，姨妈姨妈，咱今日灶烤足芳的白蜡哦，我提起来互你食好无？袂。哎呀，姨妈真正足芳，足甜呢，食一粒。够脆。哎呦，脆哦，足脆呢。阿娘，好啦，食看卖啊，提来啦。好，你等者吼。嗯。白蜡吼，恁这咸甘呐粉，我甘甜甘甜哟。嘿嘿，够汤哦！我吃了，嘿，吃一点嘛啦。好嘛啦。今仔日礼拜，还佫请假，你还坐鸡卵？前两天啊，我去看茉莉的时阵，讲一挂遐的话，唔知有去甲伤着无？也唔知这两天伊过了有好无？啊，不过提几粒卵来我吃一下。这物件哪会无去啊？姨妈。嗯。嘣。我哪会来啊？你早早吃，我阁有代志要先出来，哈。走，我吃。阿公，我先出来，哈。别吃，别吃。别，你吃着了。我来，你家吃。你吃，你吃。你家吃谁啦？你吃，我吃，我吃。好，你好，善长啊，哼。好，甘甜啊，甘甜，甘甜啊。我吃吃，再煎了，再一点嘛就好。哎，伊哪有白蜡糖好吃？敢讲卵浆是死掺的？哎，小心啦！哎，你要吃白蜡的？咩呐？再搁三点嘛。啊，你来提醒，小心啦。无啦，我都要来洗衫咧，想讲看卖恁有迄落替换的衫无啦。哦。要替换衫哈，啊个阿伯换的啦，哦，你个足好穿的啊，无安尼啦，啊，迄被单哈，啊个迄枕头笼哈，拜托你洗洗啦哈，啊个有哎，迄顺顺迄被哈，替你外口拍拍咧哈。哟，哎呦，酸啦，哎呦，又叫酸的你啊。那两个一定是藏起来，啊，
我伊安尼做是虾米意思？敢讲伊知影讲我去找茉莉？无可能啊！我知，一定是超过伊冲波姆要来甲我陷害。哎呦，茉莉呀，唔通去才对嘞！阿爸，阿哥出来吼。好好好。小金，老人啊。没啦。嗯。像。啊，你不是才回去了？阿妈过来。对啊。人我一夜也无看到你哦，身躯都感觉怪怪呢，所以我换好衫裤，赶紧转来这看你。别安尼啦，等你去用笑。嗯，我爱甲你笑，我知影啦。你哦，一定是甲秀琴哦分开伤久啊，所以哦要趁这阵啊哦，无看到伊的时间，拢甲报倒转来对无？对啦。你看，我早鸡卵互恁食咧。哟，哎呦，哎，这是不是市面上即马咧卖什么来发土鸡啊卵啊？无唔对，这就是阮家饲的鸡哦，鸡卵啦，足营养的哦，市面买无呢？真的哦。嘿啊。哦，我听市面上的人咧讲哦，讲迄土鸡啊卵外补的，哦，我是需要补一下呢。好啦，我来煮给你补。阿姨，你嘛等来食饭好无？哦，咱。本来就准备要伫你遮食，袂见笑，我敢有请你？你只袂见笑，会食我的鸡卵？哼，啊，你若有生意哦，你嘛偷鸡啊掠几只来食。哇，明仔载要变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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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变找无啦，迄两个是藏在倒位去，我一定要甲找出来，让伊拢无话讲。佮你藏在灵车，找看袂。你啦，我，啊，你来这创啥？这也搁忙，就趁咱无伫咧房间吼，唔知影要来变啥？我是要变啥啦？但我是要来找卵啊！找卵？来我的眠床顶来找卵？无啊！你是当作我是啥？鸡母的母卵哦？哈！我哥啊！你看，你看，你查某囝。不是啦，我是发现讲哦，迄灶脚有鸟鼠，迄鸟鼠会咬卵啊，我今日房间嘛有啦，所以唔则，若半暝甲你咬，迄都唔好啊，对，我唔则来看卖，看恁房间有鸟鼠无啊？哦，细只鸟鼠是无啦，不过迄大只鸟鼠哈，是有一只啦。大只鸟鼠，我哪会无看到？阿爸，既然吼、知影讲厝内面有鸟鼠，安尼明仔载吼，我来买迄个头鸟鼠的药啊，我先出来啦吼。哼，讲我是大只鸟鼠，阿唔都暗示讲，迄个厝内面放见的物件拢是我偷的，阿那安尼，迄个人绝对是伊偷藏的。